服务的学校担任实习老师，他对辅导工作的投入跟热忱是让我很欣赏。因为我们出来前都要做一些准备哈、哦，这个是阿斌老师跟他们在做的一些准备的时候，学校的背景其实辅导老师非常的少，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群中辍的孩子其实得到的协助其实是不够的，是有限的。当初呢，就是因为看到他这样子对辅导工作的一个热忱，所以呢就跟他一起成立海星。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跟他第一次接触，我不了解到他的状况。不过后来吴老师有提到他们个别状况，都有一个共同的交集，也是他家对家的议题有些冲突，甚至对家里是有一些陌生跟缺乏温暖。我希望觉得说，他们终究还是要回到家。不满、怨恨，或是不谅解的部分，是不是可以借由一些活动慢慢放下？我觉得这上面三个部分是你们现在我觉得最棒的地方，就是第一个咖啡，咖啡因为你们合作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饼干也是你们一起做的。第三个，金鱼们在招待你们的过程中，你们也很棒。那现在让各位爷爷还有奶奶们闻闻看咖啡粉的香味。那为各位爷爷奶奶介绍这支豆子，它是来自伊索比亚的耶加什葡萄。它的风味有微微的葡萄酸，还有柑橘的花香、果香。